来，叶妈妈，你再说一次，我们每次这样拜过以后，身体、心里有没有感觉比较好？是很舒畅，但是吼，怎么了？拍谁拍谁，我只是想问，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笑？他已经重考第二年了，我每天都有在办，都有在求，但是他成绩还是没有变好，是不是要补助补功德金？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做，我会更努力办。麻烦老师跟我说要怎么办。不要紧张，这个一定有方法，我会再教你。拜托拜托，何老。我想确认一下，你告诉我的方法真的有用吗？有有有，一定有。我都有在念经，可是那女的还是不肯跟他离婚啊。我们有都有在一起念了。我们念这个要真心诚意啊。真的有念了，有缴钱，那到底？你这个神棍，那个符根本没有用啊！先生，我有录起来哦。十年来，我每个月都缴这么多钱，大小事都办。你不是说植物观音什么都帮吗？我爸也相信你，后来才没去做化疗。你明明说可以多活两年的，现在人都走了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不然我一定告你。先生，好，你听我说，你先把蛇酒准备好。你家有没有浴缸？有，好，那就在厕所就可以了。叫美心听话，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好。别担心，要坚定，心诚则灵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哦，啊是，我知道我知道。这个哦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紧张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这个仪式本来就是轻者当日，重者七日见效。你要对美心有信心，你要有耐心啊，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慢慢泡，不要开厕所门好吗？好，那你有问题再打来，我都在，我一定帮忙啊。9月29日，下雨天，妈妈很久没有回家了，我很想她。
我忍耐比较苦，可是越忍胸口越不舒服，有一天就开始不能呼吸了。爸爸说这次不用看医生，明天我去看何老师病马上就会好，但是爸爸一定不知道我已经有治好病的方法了。我已经折了好多好多郁金香了，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放满整个房间了，可惜爸爸最近都忙着拜拜念经，没办法陪我一起折，只要折到和故事里一样多的郁金香，我的病一定就会好了。病好后我要继续练唱，变得更厉害，唱得更好，然后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我的生日愿望，变成大明星，让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我唱歌，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客厅。我好喜欢那个时候。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
海满是波浪，不见船入港。他站在码头，遥望着北方。青丝飞上白霜，心还惦着他，心里没说的那句回答。傻傻的姑娘，哪一朵花等着他回来啊？小小的字藏不住话，都唱成情歌。心还惦着他，心